老板，快点，牛排卖的了。我不想吃的是西餐牛排，你们牛骨家搞哪嘛？哎，牛排又贵又油噻，这牛骨家整得一百公斤拿得走了。我才不吃，这牛骨家哪比上牛排嘛？等我做出来你就晓得了。哎呀，这我猜的太不精神了，才敢嚼几口子。这样再给我一开动了。终于烫完了，来烫个水。晓得了，我也捞起来了。哥，你又玩手机呀？这么快我玩关注了吗？我不能表示表示。家人们注意了，这是我特意跟官方升级拿出来新的全新的苹果三手机，都是人民在发表的。不过呢，银色手机数量有限，刷到就是云分。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在拼多多进了一个专属链接，这里在评论区了，大家进评论区里开抢吧，不要问我还有没有名额，前几天点开就才有。那个大妈说我一个噻，晓得自己评论区抢噻。那去清洗一下，洗干净走出来，这么有腥味。五两个钱就可以了。哎，是不是你把菜给弄烂了？菜不是我弄的，肯定是我干烂的。你看这小子单打双双，看我不收拾你。肯定不是我。入味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卤牛不好喽。过来，你说吃了菜都肯定是你弄烂的。你要说哪样啊？快点吃牛排。我不管，真的如果多吃点。哎呀，这顿牛骨头真的赔我了。赔你赔哪有？